好，搭配炮声隆隆的音效，只要拿起手机或平板，随时就可以打一场海战，相当舒压。当初不管是西班牙或荷兰人来到北台湾的时候，打海战的那种概念，所以你在地质公园里面呢，你都透过这个游戏，然后你可以上去画你自己的海盗船，然后它会出现在你的手机画面里面，然后就会模拟打海战的概念，你就可以设计它。那我们会去串联你设计的分数，去跟线下去串联。大航海时代，西班牙人在基隆和平岛建造了圣萨尔瓦多城。为了迎接基隆400年，和平岛地质公园结合科技开发了一款数位体验，可以看到 3D 建模重现西班牙人在和平岛建造的圣萨尔瓦多城。还有和平岛著名的花豹岩更化身为阿豹导览员，透过 AI 科技多国语言来为游客服务。还有包括哪里可以搭公车，怎么前往火车站，还有厕所在哪里，他可以告诉你。所以游客，你不管是中英日韩的游客，你只要带着手机有网络，你都可以做一个贴身的一个自由行的服务，这是第一个功能。为了带动观光消费，和平岛地质公园更结合了4大区域50个店家，设计抓宝游戏，就可以获得各店家的好康优惠。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我们现在人的位置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是在等一下哦，好，我们在享食，我们在享食这个餐厅，我们就会把它点进去，你就可以去领取优惠券。那你要怎么领取呢？你就要去抓宝，所以呢，你就要来收集店家这边的抓宝。你看哦，现在实景的哦，现在是 AR 咯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虚拟导演哦，找到阿豹了，你就锁定它，3、2、1，恭喜！所以我们每一个店家会导引游客到他的店里面，然后货就可以抓不同的优惠，所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到我去了好几个店家，享食河口秋有鸡蛋糕的优惠券，有离岛屿的联名礼盒，河豚很多的战斧大密宝折抵50元，召集了50个店家，希望可以跟和平岛、正滨、八斗子跟市区4个区的这些店家合作，怎么样呢？把我地质公园的这些游客可以引导到那些店家去。然后第四个是我们把这4区还藏了一个宝藏箱，你只要去收集了4个宝藏箱，你就可以抽奖活动，最大奖是25000元价值的游轮体验。阿豹上来哦，找到阿豹了。哦，这样子。现在几乎人手一机，和平岛地质公园结合最潮的 VR、AR 和 AI 技术，带领民众体验西班牙来台的400年首部曲。也透过科技与实体店家的串联，吸引各地游客一起来探索认识和平岛，带动观光消费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